好像那时我们都在，当时的事都记了起来。时间真的像是长了脚的妖怪，跑得飞快。好像后来我们都离开，各自生活在喧嚣未来。当时的遗憾在回忆思念的某些时段重新打开。谁比较起来吹得比较快，当你的身边开始有另一个人存在，是的是。